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我们邪灵入侵啊！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第十一个章节啦 ，Go！ 哇，这个游戏第十一章重聚，要重聚了吗？啊，来看一下吧。我记得我们逃离了这个该死的魔掌之后，坐电梯到了这个地方。嗯，我们上一集是坐电梯吗？吓死了，吓死了！哎呀！What happened？ 哦，我们居然到了外面呢，难得，难得到了外面，哇！男主角是不会死的，你放心。哇，那个枪，散弹枪，坚挺的这个样子，都不会擦枪走火嘛，而且碰到水了还可以开枪。哦呦，快点进去哦！哦，再不进去就死掉了。哇，居然难得到外面来哎，好丢哦！好酷哦！之前都在密闭的空间待久了，现在在外面感觉好多了，感觉比较不那么恐怖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有没有比较不那么恐怖了，有没有？好，不管了。我记得看上一集有人留言说贩卖机有很多物资，是不是？等我们找到贩卖机再说吧。啊，是吧？唯一保留完好的建筑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哇，全世界都在崩塌了，全世界都在崩塌。这可以剪吗？哦，不行。全世界都停了电，全世界都封了街，爬不上去。我所有窗子外面。被贴上黑夜，算了，我们还是乖乖走这里好了。啊，记住，看到贩卖机就给它敲下去，哦，一定会有大量的物资出现的。好，哇，准备我们的武器，要应战了。发生什么事？哦，只是崩塌而已。哇，这个还有电影海报，不知道是哪一个电影来的。啊，这边也有，啊，好像是像什么有。像什么致敬之类的，哇，塌啦，快往前跑啊！跑错边了，哦，一直晃晃的，有点不舒服啊！哇，整个晃哎，然后这台卡车也快掉下去了，啊，走这里，哎呦，干你老师，别气你，吓到我了，啊，被吓到了。好恐怖啊！赶快踢门哦，踢门撞绅士一下，撞绅士一下。好，嗯，看到对面有什么？哦，有保险箱哎，我们要怎么过去哦？从另外一扇门过去啊。哎呀，里面有什么？有子弹，好，子弹已经满了。这可以播放吗？不行。各种装备满满满，都不能用，都不能装。该不会是有新武器来着吧？啊，左轮？啊，不是啊，这个是左轮，那这里不就左轮？哦，这是一般的手枪，这是左轮手枪。哦，还有分子弹啊！哎，我一直以为我这次拿的是左轮呢、欸。啊，两个都长得很像啊！这难道这不是左轮？这个才是左轮。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嗯，我想一下啊、哦，把它放在二好了。耶、yeah! ，超级左轮，感觉就是比较强。好，21号图板，捡到了，捡到了。哇，现在存个3万块，到时候学那个。
还有吗？没了没了没了。好，可以走了可以走了。紧走哦！哎，塌了塌了！这感觉让我有点像是那个之前日本之前本来要出的那个什么《绝命都市》哦，就是一个地震的一个游戏，一个地震的概念啊，还蛮像的哎。不过据说那款游戏因为怕太敏感了，哇！因为怕太敏感了，所以说就停止开发了。然后只有出到一代吧，二代好像就停止开发了。哇哇哇哇！要死哦，好恐怖哦！妈的，搞黑惊呢！你压下去变肉饼了，直接变肉酱了，超级肉酱。Hello，Hello， 你这边有没有卖什么？哦，电脑。把电脑打爆了哦，已经三万了，很可以。哦，这边还有一罐，哇，来了，爆了，嫩，哇，直接被炸成肉块。开始有敌人出来了，那边有一只。啊靠！别浪费我的左轮，该死的！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东西？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开车吗？啊，不行。来来来，直接给暗杀！敲死你！捏我的枪，我的左剑，肉搏之战，肉搏之战，捏我肉搏强吗？我不怕你，我防御比你高。那敲到死为止，我告诉你，还不死，弄死你！哇，我刚哇，新绝招哎，旋风斩。抱歉，我太残忍了，我刚刚不知道我怎么弄的，马赛回血。哇，根本是天元突破嘛，还可以再用吗？再一次。怎么用的？怎么用的？我想再一次。怎么用不出来啊？没了。刚刚那个斗笠流那也没去啊。那边吃的很爽。两发要你命。超级斗笠流呢？告诉你哦，胖子跑过来了。干嘛啊？哦。眼睛发光光，还有吗？我感觉还有眼睛在看着我啊！我看到他跑过来了，我要先跑，不管了。心照哦，哦，原来上面有子弹了、哦。我想说要不要过去拿？算了，去拿一下好了。Hello， 捡这个。啊，前面有什么东西？好像没有哈，算了，都看一下好了，都捡都捡。然后呢？这边跳下去吗？也不是吧，这里就没有路可以走了、啊，爬上来意义何在呢？哪里搞？跳下去也不是啊，跳下去绝对卡在那里啊！那边有一扇门啊，87。好，我们去那一扇门，锁住了。哎，啊，来好多啊！可以，门开了。哎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哎呀！哎，有我强吗？有我强吗？打爆你！拜托，这些敌人我就直接肉搏了。我直接惊嘞！啊，
至少这里门开了，我可以从这边走了。又有敌人了，不然被看见了。Hello。哦，我就觉得这样爆他们头好爽哦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什么？老是要死哦，哦，哇！原来你会开枪啊、哦！不要乱开枪好吗？乱开枪的小王八蛋！啊，哥还是用跑的好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别追来哈！刚才真的追来，可以关门吗？好像不行。我要走这里，你追不上我的八七，拜拜！哎呀，碎了！下面有没有东西可以拿？我还蛮好奇。哎、欸，他不追来嘞、欸。既然都跳过来了，下面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吗？其实我是很怕错过什么蛛丝马迹之类的啦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跳下来就被骂回去了。好，算了，已经漏过蛛丝马迹了，不管了，不管啦，漏过了就漏过了。对啊，漏过蛛丝马迹，上面好像貌似有子弹之类的啊。算了。这又有什么？我们可以捡点回收拿去卖啊，当个回收大哥好了，有也是不错的选择啊。哇干！妈吓死人了！哇，这个弹起来好好笑啊 ！Hello。哇，一堆尸体在这里耶，我觉得我先补一下血好了。刚刚受伤太多了。哦，这还有子弹呢，就干净呢。哇，这是哪里？一堆上吊的人。Oh shit！ Oh shit！ 被吃掉吗？果然，鲨鱼。哇，是什么东西克了他、啊？哇，那我要怎么办？他会去吃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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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吃他，不要吃我！哎、欸，好用好用，干什么？啊，要死了！这王八蛋居然会把它弄掉！啊！我死啦！干！我大概知道怎么过了，看了一次就会过了，好不好 ？So easy！ 我会，我会，这我会，我会，这个先放嘛。喂！他会过去吃那一只，那我先赶快爬上来。好、欸，然后有了有了，他会过去吃那一只，趁现在再游过去。不要，你不是会吃那一只的人吗 ？Oh my god! Oh my god! 哦，好险好险，差点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你该不会把这地板给弄爆吧？乱！不要吃我，我不好吃啊！哦哦哦哦！呀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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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逃离魔掌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实在是太恐怖了。没有错，短时间内我不会想要再回到水里了。
绝对不想，绝对不想回到水里了。这边地形真的是蛮复杂的，而且我快没子弹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然子弹快用完了呀！喂，大跳大成功！啊？怎么了？为什么颜色变了？啊？欸，有女生的尸体欸。哇，正哦。哇，我把他烧了。啊！他去了。哦。哎。鲁维克不要，鲁维克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异变版鲁维克，别这样子啊！没子弹了，玩什么？没子弹了，玩什么？妹子。一起放火！哦，把它烧掉了，把它烧掉就没事了，然后门就开了，是吧？果然，只要把大大给烧掉就没事了。啊，那只是假的，太好了，还好还好，我机智把它烧了，身上都带点火才是正确的。来吧。这张第十一章到底何时要结束呢？头有点痛，又关了是怎样啊？啊！哇！哇！哦，他把我送回来了是吧？哇！我被送回来这个地方嘞。This place is filthy。这里好脏啊！你不是常来这里吗？Is this his doing? 欸，对啊，这里怎么感觉变脏了？之前没有那么脏，说，之前还蛮干净的啊，怎么变这样子了？对啊，之前蛮干净的呢。欸，对啊，怎么崩塌成这个样子啊？别的房间呢？不能看，欸，都斑驳嘞。Detective, are you all right? 欸，人还在。You do realize there would be no. 没有人可以替代我的人吧？这谁？布朗都警又失踪了，这家伙。残缺的尸块。先来存档再说哈。我们现在30000块了，我们可以学那个了哈，跑步的嘛，是不是？30000是可以学什么？忘记了，在哪里啊？这个学满了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鱼叉枪啦，学鱼叉枪啦，这个啦，我知道10000啦。有人说学注射回复哦，回血的也不错，是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先把左轮。可是左轮的子弹又很少，虽然伤害很高就是了，好难抉择哦。这血满了，手雷注射器血满了。我知道了，先把这个血满。哇，最后一个要50000，你搞开玩笑吗？那我知道存个50000了。那就50000吧，其他就不要学了，慢慢存。50000是吧？我愿意慢慢存。我好像都没有拿钥匙哈，那就算了，继续吧。
就是直接把我带到那个地方，崩塌之前他把我带走，所以说算是救了我一命是吧？有敌人，哦，还蛮多敌人的啊，还蛮多的呢。我靠，上面一整坨是怎样？等一下，我有点想要把我的波瓣给切掉，直接切英文，不然会卡。好的，那上面可以慢慢杀吗？答案是不行的，所以说等一下会有一整群冲过来。那我就准备我的拔蜡啊，惊啥？哎，大哥，住手啊！你是要把他放下来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哦，他过去了是吧？放火！啊，那些人在上面干嘛？哇哇哇哇哇！啊！我只是要装子弹啊！滚！滚！黑妹，我会拿枪呢。会拿枪欸你们！哦，他们会一直下来是不是？算了，我们来爬上去好了。这些人在上面干嘛？我要怎么进去呢？都没讲啊。开门！看他是不会开门的。哎，为什么？哎，靠北，他们现在又要叽歪了。为什么我在那边门就会打开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理解，这王八蛋居然丢炸弹了！好了，还会再开门吗？啊，等上面全部清完了，再来啊，继续啊，再来啊！哦，他们要下去，他们要下去了，他们下去准备装备了，要来给我开干了是吧？来呀、啊！哇哇哇！打架啊！开门啊！去死吧！我们来吃一下大补好了。啊！舒服！我又吸毒了，我又吸毒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我又喝醉了。我无醉，我无醉，我无醉。为什么你的同情我啊？啊，最晚了，最晚了，原来要全部打完啊！了解，真麻烦，有点类似像打副本制的那种，一波一波的那种。